因为现在蜜粉，除非说你是要抢时间，比如说像演员要定妆的话，就可以上妆的话，不然的话现在女生很就是很对局部就好。那因为眼皮下面的话要保持很干净，假睫毛、眼线、眼线胶这样，我也觉得到现在都是。哈哈哈哈哈。多了，大家练习打打看，加油！就你咖啡的感觉，那个是什么？为了让你们下礼拜拍照好看一点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要买厚一点的粉底，不然就是一拍上来所有的瑕疵都看不到。对，摄影师他说他没有时间累积哦，所以你们要练习打好粉底。也可以啊，对，没有就顺着，像这边的话比例的时候要去拍。我刚才忘记跟你们说，是可能有些同学会习惯，就是先把粉底一点完全脸再来推。好，那那个就先不要，因为你可能来不及推，就会干一块在那里，会有留下痕迹。说突然一块，好，这个就是跟你们的那个上妆的方式有关系。赶快推，赶快推。